我是 Amanda， 我们来看1月23号星期三的星座运势。运势最好的星座要恭喜射手座的朋友们，在工作上面的表现能够赢得同事跟上司的赞赏。双子座的朋友们，过去一段时间的投资理财，在来到的有一个得到收获的时刻，自己也觉得非常的开心。双鱼座的朋友们，跟伴侣之间能够重温甜蜜的时光。比较需要留意的星座提醒天秤座的朋友们，就是会面临太多选择的情况，让自己犹豫不决。牡羊座的朋友们，工作上面可能负的责任比较重，自己也感到越来越多的压力。各星座的幸运数字及颜色，火象星座的数字是7，颜色是蓝色；土象星座的数字是1，颜色是白色；风象星座的数字是8，颜色是灰色；水象星座的数字是4，颜色是黄色。